首先 ，Level One， 当然就是最简单的，先拿包装纸袋，或是包装袋，或是拿圣诞袜，直接把礼物包起来，就是我的 Level One， 有没有很简单？纸袋不用讲嘛，就是把它摊开来，这种优点就是可以放很多东西，因为它你要多大的话就买多大就对了。假设我买了这只熊熊进去。这样提着走了，然后袜子的话呢，则是放比较细长的，因为这个比较长，细长一点。然后这种最方便，应该也算方便嘛，因为它直接有细带，然后又是一个大体积的。这样就绑好了。然后它还有附一张就是圣诞袜的卡片，但是这个我发现它这一包啊，如果它装满一点的话会比较好看。我刚刚只有装一半，所以它就软塌塌的。然后这个装满才会比较好看。所以这就是 Level One。等级二，首先第一个是自己包。是买了这个包装纸，哪一个缎带都可以，然后再配一个细的缎带。然后大概摆一下会怎么贴？我这边用痘痘贴就贴一整条线，然后把它贴上去，大概放了四层缎带。再来就是一般礼物包装的方式，我用银色的细缎带包的。最后贴上一个星星，第四个包装就好了。随便找一个纸袋，然后准备毛线跟打洞器。我纸袋大概折了三折，然后打两个洞。然后用缎带穿过去打蝴蝶结。让前置作业好了之后就放在一边，然后毛线的话先剪一段，大概10到15公分，之后把那一段呢先放在手上，之后夹着，然后毛线绕食指跟中指，大概绕了20到30圈左右，然后小心的拿起来之后打结。这就是做毛球没有工具的时候可以用的方法。再把每个圈圈剪开，最后就是不停的修剪到自己喜欢的蓬度啊，自己喜欢的大小。我的话大概就是修剪到这个大小，然后白色的也是一样这样做，然后白色没修剪跟红色对比大小，最后剪掉多余的缎带，用保丽龙胶把毛球摊开之后粘在缎带上面，要稍微压个几秒钟再松开会比较好。第五个礼物就好了。来，第六个礼物，准备这些纸。黑色我是打算做眼睛，
然后咖啡色的是剪鹿角。然后红色是鼻子，跟一个卡其色。拼好之后就可以粘上去，然后再画上嘴巴，贴上鼻子，这样第六个就好了。Level 3，大家可以拿就是这个中间有纸筒的部分，但是因为我这个还没用完，所以我就买了厚纸板。我觉得这样差不多，想要再细一点也可以。准备好热熔枪，等它预热。准备好茶包，大概20包，然后把圆柱粘在小盒子上面。然后茶包大概第一层先贴3个左右，然后沿着柱子贴。啊，热熔枪要小心用哦，因为我在贴的时候有不小心被烫到过。第一层这样贴好了。接下来每一层大概是这样贴，上面是沿着柱子贴嘛，那下面的话就是每2片中间贴一个，就是比如说这边很凹嘛，然后这里就这里涂胶之后，这个稍微弯一下下，就稍微，然后顺着方向贴，它就会看起来越来越大，就会比较像圣诞树。OK， 来贴。全部贴完长这样，然后放上星星，应该说粘上。最后我正在缠那个金葱，超浮夸的礼物。然后下面这个盒子我是打算放，我看不到了。下面这个盒子其实我是打算放。比如说砂糖或什么之类的，就那种糖包，哇，超浮夸的礼物。上面我先贴一圈，然后沿着下来之后，后面这里其实没有粘，就是塞进去而已，就它尾巴在这里。那我就是这样，因为下面有点就是没有那么好看，我就稍微围一下，然后稍微用力一点点之后塞进去，它就卡住了。如果你这个圣诞树贴得好的话，它就会有那个弧度，就没有办法卡住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长这个样子，深渊呢、啊？第二个 level 3就准备2个扭蛋，里面不管有没有东西都没关系啊，不是，里面不管是不是扭到都没关系。然后就是最主要是它的这种圆形的形状这样子，准备一双自己喜欢的白袜。没错，拿到白袜就是知道要做什么了吧？穿起来，才不是呢。丢进去，这样看起来像什么？没错，雪人。觉得下面不够蓬的话，是可以再加东西的，毕竟这样才比较像雪人。然后多余的部分，这里先绑起来之后剪掉。接下来就是做他的帽子啊，把他这个开口遮住。帽子做好就来粘围巾，大概有点像领巾那样。粘好围巾就粘帽子上面那颗球球，然后剪一下鼻子，大概跟帽子一样的做法，圆锥状这样。纽扣的眼睛，帽子的边边，好了，好可爱哦！觉得比较像鸟，怎么办？或者雪人？
第三个也很粗暴简单，拿这个大红色，拿一个娃娃，等一下会用到，先放旁边。这个就是根据礼物的大小去裁，看你要多大多小都可以。假设是这样，然后把这两片贴起来，反面折过去。真的是很随意啊！把礼物放进去，就这样。然后把这里绑起来，用缎带或是用绳子都可以。如果觉得这太厚不好绑的话，其实也可以穿几个洞，然后就是上下穿这样子，像缩口袋那样，就说像这样，就穿几个洞，然后拉紧，绑起来。如果要漂亮一点也是可以啦，但是又实在不会整体这个，这样子好了，绑起来。然后呈现一个好像礼物很大，然后拿不太动的感觉，所以大概是这样。然后至于绳子，你要怎么系都可以，比如，然后贴住，把它剪掉，会，不想伤害的方式跟可以随便伤害的方式，可爱吧。这些材料的来源我都打在荧幕上了，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做做看哦。圣诞快乐，安妞。